各位婚礼乡亲，大家好，我是曾怡婷，欢迎收看三月七日礼拜六的婚礼第一新闻。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大家唔敢出门，消费量就减少。尤其婚礼关是农业大关，农产品无销路，影响近期严重。关注张丽生前往西丽镇关心蔬菜产销状况。农民表示，虽然短期蔬菜类正紧张收成，但是受到疫情影响，需求少，出来买等待的了钱，自然选择将伊抛掉。随着火烈啊晒过，已经当收成的蔬菜是全部去了了。农民的心更是咧滴血。现在因为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需求少，硬是收来买，颠倒会了钱，只好选择全部抛掉，减少损失。辛辛苦苦种的蔬菜，都果不是三种爱晒掉，那是做唔甘的啊！因为这是阮过往个辛苦，照顾来的物件啊，结果无法度啊，市场那个无需求遐济，阮只有。啊，芳条尔，无阮会料愈侪啊，本会料愈侪啊。今天水真唔敢啦。对啊。三里镇是全台出产蔬菜的重镇，碰到即摆疫情状况，农民拢是一粒头毛在烧，唔知影要安怎。因此，农业处长魏成德就呼吁中央，是毋是会当赶紧设置相关的配套，来帮助地方的农友。啊，恁今日想要食好，是哦，够好够水。啊，讲啊歹听啊，啊，我今日做像你像那像安尼要芳条啊，我要找啥？这边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尽快来协助我们的菜农，甚至我们的农民这一块。其实今年度从年初到现在，其实甚至今年过年开始有疫情到现在，整个消费市场整个滑落的状况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中央能够以天然灾害或是协助我们营县政府来做根除的工作。管理局的先也建议，已经修成的仓库，这段期间先慢请各种，暂时让土地休困，减少蔬菜的出产，让继续回升，并和各乡镇市的农会配合，开放有机肥料的补助申请，让农民专心养地。这疫情要到当时唔知影啦，要到当时唔知影。虽然短期作业这些叶菜类是不是啊？透过这个机会先改伊减量。减量种植啦，减量种植啦，吼，啊是安尼吼，这个部分吼，是不是咱的土地吼，我利用这个时候来休耕养地啦，吼，啊当然啦，吼，咱嘛希望农会这边吼，然后一寡有机肥啦，吼，啊，互咱，互咱会当安尼免费吼来提供吼，啊，互咱安尼会当吼啊养地啦，吼。农民骨力种，消费者放心买。现在是西丽镇蔬菜上着市的时阵，品质稳定，够好食。官府这边也要呼吁民众，在这段期间多多消费，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后续农民也会当安心种作。一二三，台湾的农民加油！记者邓建华采访报道。